跟大家讲一下哦，跟大家大会报告一下，跟大家说，今天呢，我刚刚帮大家问了，大家说，我就是工作人员跟我说呢，就是。如果你想要转让这个课程给主播的话，是 OK 的哦，是 OK 的哦，只要你把你的资讯写的是我们的资讯就 OK 哦， OK 的， OK 的，好不好？就转让给我们的名字这样子， OK。我开始了，真的，我开始了。酒蛋，好，你赶快去，那是你的了。好的，那我要再跟大家讲一下今天的呢，偶像海报刷了有什么 bonus 呢？今天呢，就是刷了以后呢，是可以自己决定你们是要加重还是减重。就是如果你要加重它的东西的话，但是我们今天是这样，十个偶像海报加次数，但是四组以上开始加重量，懂吗？懂吗？大家今天有明白吗？规则有明白吗？可以自己加再加费给主播多做几个月吗？可以，我觉得可以。我们这件事情先等等。谢谢吉米的力量钱，但我只有200浪花。哇，那就那你没有，怎么办？氪金哇！谢谢火火的枫叶，谢谢宝贝。好了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大概是这样。然后我们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今天抽什么。今天呢，我们是抽一样抽课程，跟抽我们的三个人的合照。然后呢，今天的榜一跟榜二获得什么礼物？今天榜一、榜二获得礼物呢是相框，什么什么什么专属相框？对，旋转相框。哦，旋转专属旋转相框 ，TP 专属旋转相框，好不好？新的东西哦，你想要手写信吗？它不是手写信，哎，对，它是旋转相框，它是一个，我不确定那个旋转相框后面有没有手写信的部分，好像，哦，有写亲手写信是不是？有亲手写信，有哦，是有的哦，大家，是有亲手写信的部分啊，谢谢，宝贝，你这样夹，往内。这样，这个面朝内，因为它会掉出来。因为我上次就算是往那个面朝内，对，面朝内，对，因为我们运动它会掉出来。对，跟你们说，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女神姐姐，真的超级无敌美丽的女神姐姐，来快，快点。请到克莱尔，嗨，姐姐，你的直播间号码 ，ID 是12799962，12799962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有，你看比主厨漂亮多了，哇哦，很美吧？我年纪大概差了10岁吧，你几岁？没有，我23了。哎呦，快了，我快24了，差不多，我们差不多。那他呢？他20，完蛋 ，maybe 26吗？卢卡应该是26。哦，我有点忘记他，对，26。哦，不要出现主竹这边，不然会变很黄。哎，干嘛这样？我的镜头就黄吗？对，因为我的镜头很。对啊，为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买来就这么黄。这是 iPhone 吗？哦，嘿，而且是11哦。然后我们上次就有那个我们成员有来，然后呢他也是11，然后他就比我白。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不知道。我从以前我的镜头就比较黄。今天来宾状态不好，所以加秒就交给你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知道克莱尔的身体状况？不可能这么清楚吧？因为你开特效吧，主厨黄起来的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来。今天，但我要跟大家讲一下，今天的 bonus 是什么？今天的偶像海报呢，就是你就算你可以指定让你的主播加秒或是减秒，或是加重或是减重，懂吗？这短裤也太短了吧，很可爱吧，绿色的。昨天他有说他月月来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怎么可以知道？
你赶快开播了，你还在那边哎。不用说了，一定是加重重你一秒啊！没有，我们要让我们的史蒂夫教练加重。我天哪！我跟你们讲，今天史蒂夫教练毛起来加哦！我刚看到一个很恐怖的东西，在我们的面前，看起来超重。我给大家看一下，偷偷透露一下，噔噔，不可能这么大吧？卢卡矮黑哦，卢卡矮黑。这边拍的，他拍到什么？跟整体我的裤啊，对，重家伙，那个是氧气筒了吧？对啊，已经快要成为氧气筒。好，我们要先去那个了，我们要先去我们该去的位置了。对对对，我们要先把我们这个，哎，我这样在白灯前面看起来是很白吧？咦，哦，好白哦，酷光。好的，我们今天一样，原子组一样是右边的这个。等一下，为什么觉得好？等一下，好。你是在中间。啊，我没有，我是右边。我是最右边。那谁在中间？那个卢卡。怎样？卢卡是最重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史蒂夫教练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在右边。在右边。对。好了，史蒂夫教练要玩手段了，真的哎，他今天毛起来加哎。跟你们讲甜甜圈，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现在功能是什么？这个功能就是你要只要刷10个偶像蛋糕，可以加魔法卡，还有加魔法刷卡，但是你也可以减哦，可以减哦，可以减哦。那我，我跟你讲，我期待大家把魔法加到甜甜刷起来，期待你们的爆发。谢谢 Alex 的，对啊，一定要一定要，谢谢 Alex 的枫叶，谢谢月月的玫瑰 ，Steve 超级帅，教练有人爱你，这个背景音充满着恶意，哪有啊？你为什么不叫他们手下留情？我有跟他们说啊，我有说可以加秒，可以减秒，哎，这里真的是世界阴暗哎，我的脸。家暴卢卡，家暴卢卡哦！如果大家就是如果有看到克莱尔有身体不适的，欢迎也大家帮克莱尔减个秒数，这样子就不要一直加我，好不好？就是不要一直加我，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克莱尔有身体不适的话，请大家就是刷的那个偶像海报，记得要帮克莱尔减秒哦，好吗？姐姐就是很辛苦这样子，对，她现在就是身体不舒服，对不对？大家是不是应该要稍微疼爱一下我们的来宾？有甜甜圈在，你确定要加爆卢卡吗？对啊，当然要加爆卢卡吧，应该就是要等甜甜圈加爆卢卡。Hello 金欢喜，我也不知道哎，我不知道会不会，主也可以宣告月月啊？咦，才刚走，咦，被抓到。他们会家暴你了？不会吧，不会。别人捡你家吗？你们可以自己做决定，就是你们要捡秒数还是不捡秒数？今天不是秒数，今天是重量。你要捡重量还是加重量都可以，这样好不好？他们会问你捡还是加，反正你们就只要回答捡还是加就好了，好不好？工作人员会帮我们看。我真的觉得好冷哦，我现在冷到我在发抖哎，怎么这样子？我全身起鸡皮疙瘩哎。竹，换个方向想，在家都是一个小时啊。今天是重量，宝贝，
今天是重量，他会被我会被家暴，我真的会被家暴，被家暴。Everybody 来喽！这个音乐还 OK。小声，可以再小声一点点。那我们等下就是会一段哇大声，开始了吗？
不错哦，还不错，还好还好，还行还行。佳佳24.7，还算正常，还算正常。其实大家看到我的那个身材啊，是属于四肢比较纤细，但是我其实脂肪都是囤积在中间的躯干，就是长在一些该长的地方。哎，也没有。3, 2, 1, 好，来，维持在原地。啊，维持，维持。
最后一个动作，先来一个福利俯身，然后收腿跳起来，好，波比跳，三二一，开始，先放了器材哦，然后收腿，轻轻跳，很好，很好，对，跳，再快一点点跳。哎，等一下，卢凯太强了吧？你确定你是？哎，你两周没动了，你确定你今天都爆发了？来，再最后两下，两下，两下，然后可以休息了，最后一个，太强了，最后来三二。
解释一下，我们是一个动作一个。一个动作讲解一次。OK， 好。这样子就比较记得清楚。好的，好的。像我们先选择这个叫，因为叫 demo， 那你可以选它叫重力拳。重力拳。然后握法是，你可以选择右手在底部，啊，左手抱着，那尽量靠近你的胸部，那个三公斤。对，我想一想。要六公斤吗？没关系，我是我的，我先假笑。
抽还是要来加秒的？这些人类哦，他们现在送，有些是加秒，有些是减秒。你只要有十个蓝海棒，就是来加秒或者减秒。哦，他们自己说。对，那杨翠德路要帮你减秒。哦，谢谢你，感谢你，好棒哦，你这样，谢谢你的体谅。你看宝宝们现在通通这些刷，应该都是要加的。哇，这代表你红吗？大家都想哦。没有，他没下药，他没下药，现在他也要了。小飞讲了一下，他也要了。加暴击，加暴击吗？啊啊！不小心看到别人，我到别人去了。先当加，先当做加秒吧。等一下好不好？要先十个好吗？好了，我们先来第二个动作吧。好的。所以第二个动作，克莱尔是要进攻。对。OK， 好，我们来冲红色，然后我们剪刀。红色。到灰色，灰色，原来我以为是可以不拿的耶，哎，还是要拿，还是要拿，还是要拿。你刚好还有，还有多一个。哦，原来我们现在要用一个这样这样。你先用这个，那他们先用。为什么我用呀？那几公斤？四公斤。四公斤蛮重的。四公斤哎，超在我的十分之一了耶。我们先看这个动作怎么做。好。好，等一下，先把杠放到你的大腿。放在大腿。要划船。好，手的话在你的大腿外侧。这个时候带你的大腿将杠送上来，来坐好，脚踩好，膝盖弯曲，先把自己跟着做个卧推，下来轻轻手碰到地板，往天花板推，下来一样挺胸，上推上去，好，算很简单吧。好了之后一样大腿来接住，然后坐起来手要压住，好，然后。怎么觉得看教练做好像很轻松？对呀。黑白啊，是命运的决定。那我就是来，好重，好重。练这个。这个。你看哪有没有人要加？没有。先看一下。先 stand by。没有人要加我，我好害怕。好，来吧，我们先躺下。然后要小心左右，所以等一下不可能再往前走。我这样前不重吗？好重，好重，等一下。证明一件事情啊，我们的重量都是真实的。来，先推到你的胸上，三二一，手先伸直，三二一，好，先停住不动哦，不动，好，脚都踩满了吗？好，腰稍微拱起来一点点，胸稍微拱起来一点点 ，OK， 杠呢直直落到你的胸口，再推起来，不可能，好，小心哦，那个杠不要靠近你的下巴，所以是直下直上，三二，开始了吗？开始，现在开始，怎么呼吸啊？减谁？对不起，一直两家，加卢卡的重量对不对？
谁？现在是谁？现在是玉安吗？雷军在刷，雷军在刷。谢谢卡卡胖达爱 AKB48 TT， 我也爱，我们也爱你们呢，耶！是谁的？是陆克在刷，陆克是也是甜甜圈，甜甜圈吗？甜甜圈你是要加，你是要加他重量对不对？哇哇哇，来了，甜甜圈来了，刷爆了，刷爆了！大家是不是要加？哦，盛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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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盛元说要减重卡。哎、欸，真假？那我们要减重量了，教练。我们要减重量了。那我你减了吗？应该是我减到六，他减到四，所以我应该是他。好，那他就减到那个球。他是四。没有，我们他有就没有四。哦，我们没有四。哦。Yeah. 那就六喽。
来，君姐决定一个哦。捡卢卡。什么东西？捡卢卡，捡卢卡。对对对，雷军说捡卢卡。所以下一个动作，哦，抢红包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抢一下红包。哎，没抢到。我嘞，陆克也有了吗？哦，陆克也有，陆克决定一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陆克一个。雷军，雷军已经捡一个了嘛？那个嘞，那个谁？剩人家底子捡卢卡。陆克又刷好多了。
社员，我今天记得你了，社员。社员，我有记住了。刚刚是不是有人也陆克？是不是也加了卢卡？我觉得很棒。对对对，我觉得像陆克这种行为呢，我就给他100个赞，100分。卢卡笑翻了，这也太壮，那边没有人。球球是不是想要挑战16公斤？没有啊，没有。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刚刚你们在开播前问的移动方式到底要怎么样？
去的时候呢，右手肘下去，下，左手肘下去，下，右手肘上来，左手肘上来。哇、欸！然后右下右上之后呢，换左下左上，但身体都不能滑下去，啊、屁股也不要抬高，啊、维持一直线，左下左上，右下右上。啊，这最好可以练。对，很膝盖。膝盖。核心。核心。核心。哎。全身吧，讲的这么好听，膝盖啊、手啊什么的都是骗人的，就是全身吧。脚是，有些人跟那个垫子一样，正常的。脚再宽一点点。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好，屁股压下来，身体一起来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好。已经开始。那就先撑着吧。啊，我错了，我好了。好，来，准备三。
确定。捡卢卡。哇，真好，捡卢卡。谢谢。好，真好，我也喜欢人工捡，可以吗？盛元。盛元说啥？盛元要给谁？盛元你专注对那个卢卡就好，我现在有点害怕。所以你专心的宠爱你的卢卡就好。他可能会见你。不要，专心宠爱卢卡好吗？盛元。家族。最后一下，吸饱气，赞 ，OK。辛苦了。
短短的时间，我们就要好那个，我现在已经语无伦次。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就是帮助把一把二了，最后剩下大概七分钟左右的时间。还可以做几组呢，教练？好的，快点哦，快点哦。那边是我们的手写信，前面是我们两个人的合照。对，没错，我们两个人的合照。我弟弟可以指定动作哦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第几个动作了？最后一个。最后一个动作了，刚刚好。那这个动作呢，应该是也是没有人在刷了吧？好，那趁他们还没刷走。OK， 第一款，快快快，快去，没有人刷，那教练在当这个人。教练，教练当刷这个人。好，等一下。教练说他要自己做多重一点。是啦，我就说我先加给你。没有，教练说他自己要加手，好，那教练我们先摆下。最后一个动作。好。Addition， 对。然后先一样，像穿袜子一样，套到膝盖。膝上袜子。低一点。好，等一下呢，再抱一颗球。等一下，教练，你释放给我三公斤，你要六公斤，不要八公斤的，不可以这样，不可以偷懒。好，来，等一下，抱着球之后呢，然后再把这个抱起来，然后手夹着球，然后再把那一根拿起来。最好是我夹。就是那练习怎么样？在可能一个人搬家的时候。健身的用处在哪里？就教到我们。Hey!
另外一颗就是没有，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办法。感觉怎么样？屁股好酸是正常吗？对，没错。那就没有办法讲话是正常吗？谢谢。
辛苦了。你们这些臭宝贝们，榜一是榜一是。可以，现在可以拍照。第一名是。时候还没结束。刚刚结束啊。对啊，是雷军跟陆克。陆克啊。对对对，是我在数的。我们剪的。我们结的时候。对。OK。对，盛源是第三名。盛源不要生气，对不起。他差一点点。他差了一点点。对，因为我们数的那个秒数跟那个不一样。不生气，不生气，有抽到拍立得。谢谢博成的玫瑰，我今天是不是很棒？没有加你，真的。最后一次你一定比今天更多秒更加重。谢谢嘎嘎的枫叶，我今天啊，对你今天真的超棒。谢谢吉米做的力量训练，谢谢嘎嘎的枫叶。没关系，你们今天领浪花，没关系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我也要称赞，我也没加你，你们真的很棒，你们今天真的超棒。先来拍个拍立得。好，大家我们拍个拍立得哦。拍立得对不对？对，看我们要先拍个口红。
我回来了，我刚是不是宕机，宝贝们？我回来了，宝贝们，我来结个尾了，结尾妖精。我回来了，宝贝们，我来结个尾了，不是结尾妖精，嘿嘿。哎，为什么我这个没有充电的？它用完了是不是？是教练拍个大合照啊，没问题没问题，是不是没有缴电话费？我有好不好？是因为没电了，好吗？大家等我一下，我拍个拍那个拍大合照。Everybody， 对不起，我要再跟你们借个时间，我要跟教练拍个大合照。好好好，那我先关播。教练好，教练你好，你好，张总。没问题，再来一张。等我一下，拜拜。这里人，这里还在直播哎。对，是。辨识组是什么意思？教练真的是虎背熊腰，虎背熊腰。然后有人说 Steve 宝宝我爱你。好，对不起大家，我先去那个。Everybody， 对不起，好，没有，只有我跟卢卡不好，对不起，你先回一下。宝贝，宝贝，我拍出来是吗？对对对，啊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你在前面，你在前面。我们一边是一边这里。那我应该是哪里？这样。对对对。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这样吧。克莱尔真可爱，转推喽，拜拜。啊，你不能这样哦。黄金船姿势，这样子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，我可以，我也可以，我都可，我都可。哎、欸，不可能一直截图我那个拿壶铃的那个吧？嗨嗨，卢卡。你要转推 Steve 了是吗？你不要到处每一天都去跟人家告白，然后现在在那边跟 Steve 教练说你要转推 Steve 哦。对，不行。你这个小骗子。卢卡嗨嗨，哎 ，Steve 教练来。谁那么花心？吼吼。这样不行哦。这样不行哦。打妹哦。这样不行，要再花心一点。哎。教练好可爱哦，真情告白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要跟盛源讲那个哎，你要他要私讯他的资料。哦，所以他一定有，是不是 ？OK， 好好好。什么东西？陆克也转推了。你说转推 Steve 吗？好，只有 Steve 肯理我。好了，那我今天可能就先到这里了。教练太棒了吧？够做够一万次了没？什么？教练他要跟竹竹互惠了吗？超爆他换健身房工伤，你们很坏。谢谢吞吞的麦克风，谢谢宝贝，念榜榜好，你最好回家不要洗头，我今天不洗头啊，我昨天已经洗头了。念榜榜好，来念榜榜喽 ，everybody， 第15名 Alex， 第14名建谷。
第十三名吼吼吼吼，我感受到了吼吼。第十二名匿名者，第十一名月月，第十名小宝宝，第九名巧一，第八名推推不是是阿贝，对不起，我已经念错了。第八名阿贝，第七名博成，第六名自伟，第五名爹爹，第四名钟颖，以上拍手。第三名吉米粥，第二名嘎嘎，第一名推推，拍手拍手，谢谢宝贝们今天来我的直播间，猪猪回去洗头哦，别玩。嘟嘟嘟，你感受到什么？我感受到我现在在发抖。拍手说，哦，我感受到你只有两百浪花这一件。谢谢珠宝，直播辛苦喽，你们也辛苦了，宝贝们，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一起运动。不好意思，主播怪怪的，主播晚安，辛苦了，拜拜，你们也是辛苦喽。感受到珠宝抽抽吗 ？Hello， 西兰，没事没事，大家没事没事。今天不累不累，好了，今天蛮累的。啊，那个，还没事没事，我要还那个，手脚要记得手脚酸痛记得按摩，就是这个啊 ，Steve 教练啊，在这啊，我们的元凶。大家好。元凶，别闹别闹，好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，我连一个海报都丢不出来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辛苦大家，前面几个礼拜大家辛苦了，教练做得好，教练超帅的啊，后面这器具感觉很帅，这看起来超恐怖的吧？要，回去会洗头毛。就不是珠宝，对，没错。你们在运动，我在吃团圆饭。哎，你们好过分哦！你们这几天传的那几个食物真的是太过分了吧？哎，我的这块没电哎。我感受到教练把我当男的在操了，有没有感受到？我觉得教练可能觉得就是你知道，不知道为什么啊，把好像拿掉是不是啊、哦？教练说他把我当男的在操。中元节你知道的啊，对对对对，家庭聚团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，我们今天也是家族拜拜，一定要的啊，对对啊，哦，我不能讲，对不起，我没有什么什么，没有，对，没有任何宗教，没有任何宗教，对对对，快休息了哈，大家今天也辛苦了，你们也赶快早点休息，希望大家周末可以愉快哦，爱你们哦，啾啾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宝贝们，今天大家今天都辛苦了，再爱你们咯，拜拜。珠宝最近吃太多了，建议教练下周再操。哎、欸，但是我是说真的，我觉得我快要有马甲线。你是男生没错啊，你很烦哎、欸，只有你乱叫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真的很，不是我的真的很重哎、欸，你们在那边说风凉话，操起来。好啦，下礼拜是最后一次哦，下礼拜是最后一次，希望大家可以来陪我一起，好好的完整的度过这个让你动起来，好不好？大家下礼拜见。然后啊，对，下礼拜还有那个哦。下礼拜跟我让你动起来完之后，我们隔天有公演哦，大家要记得，公演见。下周要留一手啊，隔天公演。对，我等一下要去求情教练说，就是看下礼拜可不可以轻松一点这样。教练，我们下礼拜可以轻松一点吗？教练，我们下礼拜可以轻松一点吗？因为我们隔天要表演，要跳唱跳十六首歌。不可能！哦，怎么办？应该不可能吧？不可能，对，教练说不可能。应该不可能那么累吧？不可能！好哦，谢谢大家。好啦，yes 非常好，你们这些人，他们给你送了你鼓鼓掌。对，送你鼓鼓掌。教练赞了，教练有支持你们，这很烦，我今天脚都发抖。好了，他们要收拾场地了，我爱你们哦，今天先到这里，爱你们，大家再见，拜拜。还是你被超爆，我想看教练跳梦之中，不要，教练英明嘛。好了，大家拜拜，晚安，赶快我要关掉了，我影响到大家收东西了。好了，我爱你们，大家拜拜，我们下礼拜见哦，拜拜。谢谢大家来，真的谢谢大家来，拜拜。